手上的这个手持超音波系统呢，只要用 WiFi 十秒钟就可以完成连接，而且还可以依照深度呢做调整，就可以很迅速的在肝胆肾上做快速的诊断。看比较浅层的，我们有一个这种线性的探头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只要更换探头就可以做不同的用途的使用。这个是看四公分以内的，看甲状腺，对，那这个是看比较深的一个检查。在超音波探头上涂抹蓝色传导胶，放在肚子上缓慢移动，肝脏、肾脏状况立即显示在手机上。若是孕妇，还可以查看胎儿情形。这样子的画面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比较深层的部分，大概七八公分以内的影像都看得到。这是工研院最新的手持超音波仪器，探头还可以更换，深层检查用圆弧形，浅层用平行探头，可以探测手部或甲状腺组织。未来还要研发心脏、肺部探头，加入武汉肺炎防疫行列。假设我们病人呢，他在居家隔离，或者是他被隔离在医院处所，不方便去照 X 光，那这时候呢，医生他其实就可以很方便的拿着我们心脏专用的超音波探头呢，去帮病人去做一个肺部有没有浸润，或者是有没有呼吸窘迫症候群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查。